正月十二上午16时，听传主祠堂前即将举行松灯、折灯、银灯仪式，这是半村花灯会的前奏曲。这一天，半村42个自然村到处彩旗飘飘，炮竹声声。主祠前，来自海内外的宗亲及各地观赏者，陆陆续续地把整个广场围得水泄不通，翘首以待那令人震撼的而激动的时刻到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更是早早地在高处扎起了长枪短炮，不求将镜头下瞬间的精彩留为永恒。据了解，每年灯会是扎制3个大花灯，代表猴王庙、二王庙、三皇庙所属的神丁村。按其传统，由龙田、唐神、树沙3条村负责，各扎一个。3条负责扎灯的村，一定要在正月十二中午之前完成。正月十二上午，则举行松灯仪式。松灯，顾名思义，就是将扎好的灯由着装统一的松灯队伍负责护送至指定的地点放置好。松灯仪式开始前，3个灯先在各寸集中列队，以3声地炮为号，举起头牌在前，罗扇彩旗开路，炮竹齐鸣，龙狮相伴。松灯队伍徐徐起行，将花灯送至听传主祠堂，沿途所经商铺物宅均放鞭炮迎松。滚滚江水孕育了一种钟灵毓秀的土地，滔滔洪流汇聚成一曲跌宕起伏的交响曲。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半村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又一明珠，半村花灯会的所在地。走进这里，你会发现这是一项与元宵灯会截然不同的活动，这项元素了500多年的盛大民间活动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扣的是一种不成文的但又在族民里达到高度默契与共识并且有条不紊的规矩。在每次举行的花灯会中，由家灯、松灯、折灯、银灯、进灯、舞灯、打灯形成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的统一、规范、流畅、顺利的完成。更难得可贵的是，经由500多年的传承，每个族民形成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积极性与责任性，都一如既往地在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由衷佩服，共赴难得，甚为折服。
迎灯之日，会场上早已是张灯结彩，在四条栩栩如生的金龙和隔村的醒狮锣鼓队的团途中，卓米有继续的依次由猴王庙、二王庙、三皇庙所属的神兵村进行折灯，然后各自迎回祖上数约规定的自然村，等候明日的舞灯。你们好吗？你们好吗？
上来了。这是猴王庙折出的灯，族民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高扛彩旗，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将一个直径为两米多的大胡子大彩球的花灯迎回金龙村。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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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江陵，一轮明月渐渐爬上天空。来自海内外近五百名宗亲，以伴村卓民在观摩，龙灯戏水、游龙追珠、花灯晒月等精彩环节后，齐聚金龙村，共进晚宴，诚信观赏烟花，谱出一首和谐小夜曲。
久的历史，古老的传统，神秘的传说，神奇的力量，现代的沉船激往开来。2013年正月十三，半春花灯会再度隆重举行。经历500多年的传承，这个被评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花灯会，已不仅仅是独特的民间习俗，在传承之中又衍生了一些新的价值。在当今时代，它起到了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把海内外旷世中心的心连在一起，手牵在一起，它的影响逐渐往外延伸。半春花灯会已吸引住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给人们带来欢乐，给人们带来友谊，给人们带来动力，给人们带来期盼，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和贸易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给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正月十三早上8时许，听船主持前的广场已围得水泄不通，42条自然村的村民以罗扇彩旗开路，龙狮相伴，锣鼓齐鸣，相击金蝉。这一天半村由早到晚，到处锣鼓喧天，人声鼎活，金龙醒狮起舞，鼓声震天，花灯舞个不停，鞭炮声震耳欲聋，浓烟弥漫，舞动的花灯与金龙在烟雾中若隐若现。锣鼓声、鞭炮声、喧闹声、战役声、欢呼声、咔嚓声，大声小声交织成一曲撼人心弦的交响曲。
刚才那一曲叫《起灯头》，是舞灯仪式中的最重要的，也是半村族民在舞灯过程中最虔诚的、最仰望的、最期盼的、最具竞争性的，也最富传奇性的一个环节。据说每次灯会的每个灯，只有一个人是能获得起灯头的权利，而起了灯头的人就会家庭幸福、身体健康、逢凶化吉、万事如意。因此整个竞灯过程是非常激烈和激动的。按照组织，已抛三响后，起灯人要先起灯参拜祖先，随着鞭炮齐鸣、龙狮起舞、锣鼓喧天，只见起灯人在村民们的协助下，将6米多高、装些精致华美的大花灯高高举起，并向金泉主持进行参拜。随后在主持前的广场环游三圈，在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的起灯仪式结束后，舞灯游村的活动便开始了。此时接灯的3条村的村民在起灯人的带领下，分别按约定组成的路线，舞动整个半村16平方公里，游遍半村42条自然村。每到一条村，村民都舞着醒狮或金龙在村口迎凶，大花灯绕村才一周后，然后转往下一条村。这一天，整个半村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随处可闻。鞭炮燃放三处的浓烟笼罩着整个半村16平方公里的天空，每远每现，巍巍壮观。鞭炮连天响，也是感受半村花灯会的难忘经历。半村人笃信舞灯会带来好运，所以他们烧鞭炮也从不允许。这一天烧掉的大小鞭炮不计其数，20万头、80万头的鞭炮竖起高杆子，或者圆堂基架起铁锨架子绕着来回地烧。甭说那鞭炮烧起来的声音如何，单单看飘洒在地上鲜红夺目的纸屑就有2寸多厚，可想而知那厉害劲了。
Thank you.
春800年，河灯流传至今，一场流传了540年的盛会，一个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公元2013年正月13日，淡春花灯盛会再次起舞。这一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淡春各处都在唱着春天的歌，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那金黄色的油菜花在绿波中闪光。冬期春来，杨柳吐绿，燕子南飞，温暖的春风吹红了一束束的紫荆花，吹皱了长长流淌的溪水。正月十三，浓浓的年味仍在半村的大街小巷蔓延着。灯会伴随着春节又一次来到了旷世族人的身边，带来了喜气、福气，还有那合家团聚的机会。这一天，整个半村好像是一个待嫁的女孩，浓妆艳抹，一派喜庆的样子。大家好像把整整一年的喜庆都在这个时候重演了，到处一团喜气。在这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勤劳的旷世族人传承着民族青帮的精神，用那热情的呼唤、激情的喷发，将这个有着500多年的古老习俗，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一天，原本在外出工作的本村人推迟了启程的时间，外地的亲朋好友赶了过来，多年未见的海外乡亲也赶了回来，全球雷晃晃中心的心连在了一起。
随口办春的花灯会，绝对不能错过金龙村的龙灯戏水、游龙追珠、花灯赛月等精彩节目。因为主上树约规定，花灯不能从村口直接入村，只能经村边的小路、下水塘、涉水锅塘而入村。花灯不但涉水锅塘外，进出祠堂还得有人们扛着花灯，逾越祠堂的墙头，从屋顶上的天窗传递出进出祠堂的巨大的花灯，在平地上扛着很重，扛着花灯涉水、翻墙头、过天井，艰巨非常。因此，金龙村的龙灯戏水
是我的过程中的一大亮点。不管天寒地冻，金龙村民必定五龙下水街灯，数百年不变。只见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们，分别举起花灯和金龙，灯在前，龙在后，在金龙里，大水池塘里来回穿梭旋转。每当灯和龙全部下水后，小伙们还会在水里大喊三声以装声势，现场观赏者心之所知皆欢呼雀跃，水潭的小伙热情高涨，整个灯会再次被推向了高潮。见了吗？哎，进不了，哎呀，进了，我买了啊，I'm gonna go.
时光流转百年，灯会不但是传统的延续，更是时代的更新。近年来，单春花灯会盛名远播，吸引着众多外星海内外同胞慕名前来观看。范翠人用那奋发的精神，去感动每个中青以及所有人们的心，激发每个人的激情，共同奏出了一曲和谐交响曲，唱出了一首梦想之歌，携手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在期盼中降临了，三年一届的花灯会经过打动这最后的高潮，画上了完满的记号，声声抛竹，经国泰民安，杯杯美酒，祝人寿年丰，为答谢各地匡氏宗亲和社会各界朋友的鼎力支持，范春匡氏族务理事会在安迪瑞玉有限公司举行答谢会和受礼仪式，共赏烟花。湖南永庆旷世一千年的旷泽河中心一千元，一千五百元的，三千六百元的，广东佛山矿济蒿两百元的。代表我们范春矿氏中心会对大家的捐赠以及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2063年
婚庆发灯盛会，啊，被我们有请湖南白蟹渡的方氏理事会的会长上台过来讲话，啊，讲一下我们上场是总顾问老先生、老大哥、老前辈方守环大叔讲话。大家好，这里特别是湖南、江西、广东一带。中心来这里开观赏盛会，特别是湖南，而且拿了106个的第二国际中心康熙剧堂啊，大家先见面，叙叙会啊。这是啊，湖南的这个旷世来了106个人，第一次来到半村，受到我们半村的旷世总体的宴请接待，我这个欢迎。在此呢，我代表湖南的旷世总体呢，向半村总理事会表示衷心的感谢。觥筹交错间，砰的一声巨响，烟花从江边腾空而起，在漆黑的夜空中绽开五颜六色的烟花，形态各异，有的像流星徘徊在夜空，有的像万寿菊欣然怒放，还有的像仙女撒花，一朵朵小花从天而降。好一个火树银花不夜天，瘦瘦瘦，一束束耀眼的光线飞上夜空，拍拍拍，那一束束光线突然炸开，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星星般的花朵向四周飞去，是一朵朵闪光的菊花，光彩夺目。当烟花在喧闹的人生中炸开时，夜空宛如彻植嫣红的百花园，五彩缤纷的烟花如同水晶石璀璨夺目，色彩斑斓的焰火好似彩绸绚丽多姿，万紫千红的烟花如流星坠落到潭江，以河水的交相辉映，是为人们编织一幅锦绣前程的幸福蓝图，让人陶醉不已。
在水口镇这个知名的卫浴王国，旷世子弟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生发卫浴织品有限公司是半村旷世子弟几大企业之一，在董事长匡中生的科学管理下，公司上下团结一致，产品销售到海内外。公司不仅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和效益，也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旷世子弟赢得了生意。安迪卫浴实业有限公司自1985年创建以来，树立并坚持品质融于生活、生活体现品味的设计生产理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集中发展优势主业、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至今凭借近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以及科学严谨完善的管理体系，成为半村旷世子弟企业的龙头企业。在董事长邝景尧的带领下，该司积极与国际市场接轨，广泛开展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全面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大力加强自有品牌建设，树立产品和品牌在国际市场的良好形象，让迪丽奇品牌逐渐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半村由42条自然村组成，沙岗陶村是其中之一。走进沙岗陶村，只见田里蔬菜绿意盎然，新春屋亮路畅，呼吁起来的农民精神愉悦，好一幅人在景中，景在画中，画在村中的现代化农村图。为了改变原先农村脏乱差的面貌，这些年沙岗陶村安装道路硬化、供水净化、庭院洁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的要求，进行村庄整治，如今面貌一新，整洁有序，一村一景，一院一貌，琉璃红瓦房顶、白砖贴墙的小洋楼，在绿色大自然的村影上显得格外美丽。如今家家户户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煤气和太阳能，水泥路面通到家门口，新式家具一应俱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乡亲们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水龙头生产基地的铺设下，村里一些小伙和姑娘当上了白领、蓝领，生活变得红红火火。兄弟啊，身体健康，新的一年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好，干杯！现在